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市长郭文泰，透早天也未光，就到溪仔类的批发市场来视察。因为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去年的过年二十天是休市十一天，引发到菜价崩盘。当时各界在对北农的前总经理吴英玲有真侪批评。郭文泰讲，即卖有经验了，今年敢若休五天，应该未阁发生类似的状况。听袂光，台北市长郭文泰都已经到鱼仔批发市场，头一件代志就是换货银。来看过年前的教会情形，嘛甲这摊商拜早年。温顺啦，温顺哦，哇，大家咧见习咯。顶一摆郭文泰拜访果菜市场，互人呛声，即摆气氛袂歹，郭市长甲大家做伙开讲。民主国家哦，被呛声都是很常有的事了，也司空见惯了。去年过年，台北果菜批发市场休市十一天，地主菜价崩盘。对着前北农总经理吴英玲一直批评，北农宣布今年过年期间，干来休七一到七五。通常是事先没有准备才会。如果这种有过经验的，大部分都不会再发生。郭市长嘛要求北农总经理王振兴一定要到议会避询。台北市政府甲农会敢有法度合法合作，要待时间来证明。